你们。八宝丸在热油里不断翻滚，另一个大锅里封肉炸丸再卤，等着搭配笋干。一个厨师负责80桌，那个拿手菜都是就是那个鱼翅跟蹄膀，过年吃蹄膀就是卡口会使。把钱炸入袋口安尼，我们家的招山鸡，我们内门现宰的土鸡，那个鱼翅炖土鸡汤，对，总共是八道菜。高雄内门中破塞在娘家宴端出秋篓菜，从凌晨开始准备，时间还没到，订桌民众从各地聚集，好不容易托人跟着一起来了，所以终于有机会可以吃大阪的400桌嘛，来看看这个盛况，想说一定会很热闹。Is it something that you wanted to eat？ 他其实不知道哎，他不知道是什么。对 ，something。只是我们家人就因为我们一年回来一次，然后传统就跟家人一起出来。帐篷下摆满好几百个圆桌，场面壮观。内门娘家宴在2023年席开350桌，每一桌6600元。2024年加码开到400桌，每桌来到7600元。因应原物料的价格上涨1000元，还是瓜价的水卡吼，阿龙哥哥还有专行啊，所以一挂师傅阿要请人来煮吼，阿会无够卡少吼，所以拢唔敢接接济呢。付出吼，工钱拢有迄个起价吼，啊，所以伫这个成本上吼，拢有啦微调安尼吼。还好，怎么说？因为物价都上涨了、一年吃一次内门娘家宴，限量开桌，让民众不在意价格，想吃好料先订再说，齐聚团圆。三立新闻黄志忠、翁玉文高雄报道。